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年轻人站在身边啊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这个阵容的组合实在是太怪异了，对，会有那个古人来到现场，对，还有著名的朋友。这边两位呢，我们知道经常在美食节目看到他们，对不对？啊，飞哥你好，跟大家问候一下，问候一下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号角响起，第一次啊。其实你们的工作很轻松悠哉，赚钱最容易就是他们，天天的从南吃到北啊。对，没有，有时候我们还要吃出国呢。对，出国。还要哦我们一下吧，前阵子刚从夏威夷回来啊，哇塞，好累啊，好久，夏威夷是吃火山灰的，火山豆吧，夏威夷有什么真的好好什么东西好吃啊？阳光沙滩比基尼，这个年轻人是不是脑筋有问题？是啊，一定有问题。什么东西好吃吗？阳光沙滩比基尼，比基尼就是讲到了重点啊，他最后是吃比基尼冰淇淋，眼睛吃冰淇淋，不错，贡献很大，鼓励一下，谢谢谢谢，谢谢飞哥，谢谢大家。旁边这位美女是丁小晴小姐，哇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小晴您的处女啊，这个什么？那个处女座是在我的节目里面。对，我第一次的就是舞蹈的歌唱比赛是上飞哥的节目，您看看，超级像的。然后你却已经跟以前完全不一样，变调了。变调？你整是好还是不好？当然是很好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太棒了啊！哎呀，许可，跟大家许小可了，多了一个小字，对。但小可又非同小可，哎呦，这个一定就是经过算命的喽。是是，什么老师帮他算一算？宇阳老师啊，什么？老师很厉害啊，对对。然后跟我讲说，你可以叫做许小可，不然的话你就直接叫可乐好了。可乐比较好记啊，许可乐这样就解渴啊。解渴，许解渴。然后大家都爱，小朋友大朋友都爱。那就是许解渴。解渴不要啦，那这样我需求量很大，不要。被需要的量大，这个人。才会红吧？对，这样非常有道理啊！我再跟老师讨论一下好了。下一次来说不定又不一样名字。先介绍旁边两位帅哥，来自清朝时候的。哎，你们都看得到哦，我一直不敢往那边看，因为早上到现在，对，我怕是我看错。早上到现在搞得我们这样奇怪，就一直觉得好像是要进入时光隧道。是，而且那个张尚梅跟我打招呼打了不几次，是，我就一直不知道这个人是谁，我就因为他打招呼。那时候没有放名牌吗？没有没有吧，应该真的。而且我今天穿这样，我一直觉得我站在这里，我一直觉得我很格格不入。哎，像刚才你们讲的，我都很想讲，可是我一想到啊，我是古人不行。哎，金枝古人啊，对。这个首先我们要张善为，哦，大家好，飞哥好。旁边这是跟你一起来的，今天。对对对对，我们是一组的。庄凯之君。君。飞哥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。东西要送给你。哎呦，这是张毅老师的，我们这部戏的原著小说。哎呦，哎呦，圆呢？圆呢？哦，是一个旧的小说嘛，是吧？就是重新他在再版的，再版的。对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戏呢，本来之前是中影的第100部电影。对对对对。然后现在我们把它变成连续剧，因为当年的电影是用国语发音的。哦。那这因为这个故事是客家，就是唐山过台湾的故事，所以这次大家很辛苦的都是用原音，就是客家话在发，包括泰雅族的话也是。哦，叫泰雅族的话，像他就不是泰雅族的人，他就学，他不是，但是你看起来就是泰雅族的人。对，而且他常常都里面都是没有穿。哎呦，他就主要，哎呦，主要是他那个腿壮壮的，哎，而且看起来这个原住民就是很壮，黑黑的，所以到部落里面都不会被误会说是外来。啊，对呀。对啊，其实你的不是原住民，不是不是，他的脸还真有那个原住民，对，他有像，而且他讲泰雅话超厉害，那你讲讲讲客家话，罗嘎苏嘎，庄凯勋拉鲁木古兹英嘎拉吉纳达恩，马来还苏，哎呦，真的对耶，是像我舅舅。因为我是泰雅族，对，你是泰雅族的，泰雅族啊，讲两句，哇塞，完全会讲啊，可是我舅舅就是这样，不是不可思议，真的，你也是原住民啊，原住民，而且你听他这样讲的话，就是像你舅舅的声音，很亲切的感觉，真的，就差没有那个小米酒，是是是是，好像哦，那哇，他是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泰雅族的话？因为在里面呢，我跟他的关系是亦敌亦友，亦敌亦友，然后最后他被杀了的时候，只有我是些汉人了，真的是什么汉人？是你们欺负我们客家人？不要这样，谁叫我们？我们是旗人。我刚
这个戏啊，到头来它里面的人种太多，有客家人，然后福建人、泰雅族就原住民，然后还外国人。这一部戏的就是原著，就是其实在叙述台湾的那个一些历史嘛，对，就是在160年前的台湾，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开采出了石油，台湾有石油，好不好？各位同学啊，你们没赶上没关系，然后我们从现在开始，小学到大学，一直到研究生、研究院，这个研究所的所有学费，现在都由马政府要负责了。不用上班啊，上班的人呢，一个月薪水只有8000块台币，因为政府每个月要补20万给每一个人。谢飞哥，这样还得了？大家都跑去生孩子了。去生孩子不得了，一个小孩子500万，然后奶粉呢，所有东西通通由政府负责。什么时候来选？我们现在当你的这个竞选助手。我的意思是，你们都不太了解啊。现在很多石油国家就是这样在过日子，对，可是我们都是这样啊，是像马来西亚那一块那个，他们社会福利很好。那个什么叫做中东的那些国家叫什么？是那个盖那个帆船那些地方，杜拜，他们每年政府还一每个人只一满20岁的年轻人哦，是就是一部兰博基尼，开门是这样子的，哎呦。对，那16岁不用考驾照，也是一部法拉利。法拉利的开门是这样子，这样开是这样子，稍微便宜。你们要不要过？要不要过这样的日子？要。可以告诉我们现在油要去哪里挖？哦，是的，是的。如果油要哪里挖，请大家看这部戏，就到客家电视台。不是，现在啊，在苗栗的粗矿坑，还有石油，还有，还有，因为现在台湾的天然气比较多，可是，在160年前，其实石油我们只比全世界纪录晚了3年。哦。但是，这个是亚洲第一口。对，是亚洲第一口油井，就是我本人吴林芳先生，就是为了要这个故事是有血有泪哦。对，好看了。是，他们这样几位演员玩那个阵容一定很有意思。哎，好，今天啊，我们这个大家的来历都报告了一下，好吧？是。哎，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单元啦。好。叫人秘滑索，哎，好吧？这个介绍一下王志面老师。大家好。今天为什么你站在这边呢？你上次画的太烂了，太可怕了吧？啊，看看我们现在大家的默契够不够？好，看你们画的好不好，还有他这个人接收能力强不强？好，第一题可以说是放水题，真的？好的吗？看似简单，你表情也做了，却很难表达，这样好难呐。说出来啊，很简单，等，这不太好表达，可是不能说不是放水机。开始作画，他开始了。哎，没错，咱们这就开始了。哎呦，我说耗子啊，你这画画的是挺不错的，但速度得快点哦。小可，徐小可，你究竟可不可以呢？哇哦，看来这样你甭叫小可了，画得如此生动，我看可以升级叫大可才是了。那山寨原住民凯旋画得如何呢？哦，看来大家元素都差不多，那张善伟可千万别落亏喽。咦，好，面向自己画，好，时间到，面向自己来。好，浩劫余生，浩子。啊！天哪！向日葵，哦，却是在晚上，而且那个是月亮吗？4个字的成语，计时开始。4个字，不行你就可以说快放弃，没关系。成语，放弃，这么可能？阿翔，哦，正好，4个字成语。这两个很像啊，只多了两个人而已嘛，所以放不放弃？不能，我这样感觉我很笨哎。你本来就很笨。哎，
真不知道是画的没诚意，还是猜的不知其意。号角响起，居然让张善为先挂白旗。房祖名被海 K 下手的居然是娘爹，重点一个比一个狠。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，老爸别你的那一次是用蛇形刁手的，还是用醉拳的方式？他是用绿巨人，他就直接把我，那还得了啊！我小大概那么高吧，他把我举起来这样，然后的脸就朝着那个沙发的角落这样。哎呦！但是之后就换妈妈打了，而且妈妈打的还蛮狠的，还更狠的。对对对，打麻将的时候的那个牌子，牌子。但是在房间里面完蛋，有那个衣架，哎呦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厨房里面拿那个，哎呦，擀面的那个，哎呦，擀面棍那个，哎呀，那太惨了吧！是什么表演让众人是有多远闪多远？完美线条，居然有您意想不到的二头。哇呀，这个线条谁受得了？他刚刚有很柔媚的动作，他虽然身材这样，可是他有一个动作有没有？好 sexy， 让他像一把枪，好有感觉。超完美体态，力与美的结合，马上来。劫余生啊，耗子！啊！天哪，向日葵，确实在晚上，而且那个是月亮吗？四个成语，计时开始。四个不行，你就可以说快放弃，没关系。成语，放弃，这不可能。阿翔。这个好。四个字成语，这两个很像啊，只多了两个人而已嘛。所以放不放弃？不能，我这样感觉我很笨哎。你本来就很笨。我真的很看好你的耶。这个哎，就意境。不要想太多。哎，犯规哦。好，徐小凯，花好月圆。答对了没有？有人知道，刚刚听到有谁讲出来，来，小可翻开。哦，这气球啊，那是热气球吧？对呀，热气球。怎么？丁小晴。啊，这个好，这幅画。啊，哦，可爱哟，他好会画，跟人一样可爱。哦，好，庄凯欣。哇，太阳嘛，对呀，太阳。还有画乌云哎，我以为这样会比较像晚上。王子面老师，哇，好期待哦！哇塞，好棒哦！哇，厉害哦！你不要把它涂黑的。对，我都没有想到哎，而且有房子。包含王子面老师都算在里面。嗯，这一题毕卡索你会给谁？谁是毕卡索？丁小晴。哎呦！干什么？你是在点菜的？你是在点菜？不是点菜，他是你的菜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这样讲，刘若英还是一样，你一片这样是吗？他上面那个花画的很可爱，然后你看，只有月亮会这样微微笑，然后还有睫毛，就表示她是女的。通常月亮我们会觉得她是女。老师，待会什么东西都。老师那个我反而觉得阴风惨。对，我也觉得看起来是恐怖的。我是阴风怒吼。如果我给的话，我会给阿翔。
有两个人才能代表这个意境嘛，这有意境，花好月圆嘛。对对，可是他牵着一只像鬼一样的眼，其实旁边那一个长头发，你不能说长头发的都是鬼啊。对啊，那今天鬼还不少，包括你自己盘在头上。这部话你给我们说如何表达花好月圆那个？这里面有一只兔子啊，这表示这个是月亮。对，这表示它是月亮。我差点被骗了，我以为是嫦娥奔月。花怎么叫好呢？它一直在笑，说花好啊，天气真好。你看每个都有笑脸，每个都有。好，第二题来了。太难了吧？只是说怎么表达而已，很难表达。哎呦，哎，好，阿翔啊，别再画鬼了，拿点实力来瞧瞧呗。我看你们要改叫浩劫不生了，画成这样，张尚维就算黑皮哥哥附身也猜不出来。你是我的小芹菜啊，丁小芹的呢？哎，小芹画的人只有半张脸哦，这是有什么暗示还是提示呢？庄凯勋，这次不能再画错喽！怪了，到这边又变成了一张脸。我想这一题，善伟你就自求多福了。不要讲，哎，请面向自己了。好，耗子，啊，请你打开了。大家不能再七嘴八舌喽。也不是海绵宝宝，这是。对呀，而且千里眼跟顺风耳，那个顺风耳那个耳朵好。哎呦。有四个字，四个字的成语哦。四个字，就一个人不知道跟他咕哩咕哩说什么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一个人说什么？哎，对，不可以有眼睛，也不能暗号啊。不行啊，放弃，对，不行。你放弃他了？我放弃了，他这个太难了。哦，真的是这个实在有点难。马尔东风吗？好，阿翔。好难。完全不一样，哇，这个累了，这个累了，哇，完全不同。四个字的成语，四个字的成语，他手上有拿东西吗？又要放弃了啦？不行不行，他有一个共通点，两个人的耳朵都很大。对，好，四个字，耳大吃四方。吃四方，哇塞，我还屈言绝句了。这样子能不能看出来四个字的成语？不能，还不行啊！这表示他们两个人绘画跟表达能力很差。怎么还有人在补的？闪，好，小琴，你们要记住哦，越到后面被我点到，表示他画的越好。哇，有了吗？不是，他们好像哦。都有闪电呢，闪闪闪闪闪，配音配得很好哦。晴天霹雳，哇！你刚刚又讲什么，害他又猜到了一个。我说配音配得很好。哦，配音配哦，晴天霹雳。闪，小可。哎，怎么通通都有这个？糟了糟了糟了！我好像没念过书哦。这是成语吗？是成语。成语成语。我还能配音，还配得真棒啊！风风风哦，风萧萧兮易水寒，风雨雷电，风雨雷电，答对了没有？其实不能怪，这真的很简单吗？实在是这个小孩子有点问题。来，是凯轩，怎么可能？哇，这个好哦，这个很好，看仔细了啊。雷电交加哦。哎，那你再回头看看耗子是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电哦，这个已经完全把答案都出来。对呀。很明显，真的很明显吗？还是你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讲，就用客家话？我怎么猜不出来？我现在很沮丧。可是你们画的都一样，就表示这个应该是很简单，平常应该就常常。其实这样，我只能提示。如雷贯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都有耳朵。然后雷耳朵。轰轰轰轰！如雷贯耳。但是你是看
看哪边，然后说出这一句不太对的。你看哪边？你看哦，从这边开始啊，感觉讲起讲就大很大声在他耳朵旁边讲，然后到那边就他耳朵听到就感觉好像，可是你下雨下什么意思呢？打雷就是雷雨，下雨打雷呀，救命啊，对不对？雷雨讲的，对，雷呀耳朵啊，雷呀耳朵啊，雷呀耳朵啊。看一下王子面老师的，哇塞，酷啊！请问答对了没有？耗子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，我还以为是那个西瓜那个颜色跑出来的。没有啊，他就是很大声的跟他讲话，然后这个是雷啊，砰砰砰，他一直把他耳朵遮住啊。讲话很大声就是代表雷吗？如雷贯，如雷。哦，他们是直接画的。对，他们是直接画。哎，他讲他这个才是，这个才是对的。这个人说话那个大声如雷贯。对，他有讲话，不是真的。那他们是真的雷打的。如雷打耳，那个老师那个你看，哇，直接一个雷神，啊，有没有？雷公哦。哦，好，那除了老师以外，这一题皮卡说给谁？倒不一定说谁让你猜出来，还是小琴啊。不要这样，两道不要这么明显，连续两题都点他，你这个不能因为他是你的债的，最残酷，我就是残酷。好，这一题是看你们画画的，很容易表达，是看你们画画的，好，这个基础够不够？啊，这不能看画画基础，这不会很难啊？不能拆开来哦，不能用猜字的哦。哇，有这种题目？有。是各位艺人表情太夸张，还是题目真的难，还是众人对张善伟的猜功失去信心呢？到底画什么，怎么画？继续看下去呗。是什么表演让众人是有多远闪多远？看你们画画的，好，这个基础够不够？啊，这不能看画画基础，这不会很难啊？不能拆开来哦，不能用猜字的哦。哇，有这种题目？有，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。我先回去好了。哎，老师，你看人家就是不一样，这不难嘛。耗子，看你刚刚那么为难的表情，你可要自求多福了。好，画了一条条像竹轮的东西叠在一块，难道这题跟吃的有关吗？今天一直吊车尾的阿翔，你可得加油了。哇，这么大的舌头是怎么回事？还有那奇怪的辫子，这是倩女幽魂的姥姥吗？已经从小可升级为大可，这回可要保留实力哦。一张嘴张的大大的，旁边还加了个木板，跟刚刚的画没有相似点。黑皮哥哥这下难猜喽。哦，来看看庄凯勋的画。哎呀，一个人悬挂在心上，身上又跳出一样东西。庄凯勋，你可别害了张善伟哟。请转过来，面向自己啦。好。丁小琴。我自己都看不懂。不可以再补了。哦，要我翻吗？翻啊，快翻啊！四个字。很难。哎呀，这什么？不能讲啊，都不能说。看哦，你要看小地方。四个字的成语是什么？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跟我表达那个人呢，他站着，哎，然后就昏倒，趴在地上。哎，好像是这个意思。那四个成语叫什么？体力不支，不支倒地，不支，不
不知倒地。哇塞！哇，好厉害！是吗？啊、简直是误导人。凯勋，我的妈！哎，这对呀、啊，不知倒地啊！对啊，那下面再一颗星，孔锵会不会弄错了？不知倒地，对不对啊？哎，不对啊！哇塞，藏在心上。你为什么非要说那个是星的奇怪？是一颗爱心啊，下面哦，对不对？他躺在一颗心，可能是在急救我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可能？命在旦夕啊！心脏一哦，心脏的疾病方面的，心脏麻痹，心脏麻痹，结果倒了。哇塞，他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捧着星星的麻痹。哇塞，真的答对了没有？什么啊？这样算成语吗？两个人真害死人了！哎呀，我的天！哎呀，这厉害了！好，阿翔，这是什么？哎，一个手术台在那边。哇，那就不是心脏病的问题了。哇，我在这之前，我很想舌头吗？你有胡子，你方便笑吗？哎，那是真的。我粘的特别紧。我都觉得每次主持这个节目，要粘好粘的好紧才行。你介意我把它拿掉吗？可以。啊！我没有办法好好的。黑皮哥哥。我跟你讲，哎。我跟你讲，你知道啦。4月27号，拜托你们看我的戏，我觉得我会猜对了。哎，四个字，对不对？我还有自信哦。我就怕你们咬耳朵，我肯定什么会对？卧薪尝胆，你有没有搞错？看，那明明是一个丝瓜，他手上握着什么东西呢？握一个。然后，你看，这是一颗心。握在心上面尝那个胆，你再都告诉我就是这个胆。如果你再不懂，你就有问题了。那个掉在那边那个是牙科的东西吧？因为你要讲握心尝胆吗？你要说吗？我要说就是握心尝胆，你再放说错啊！请问答对了没有？看佳作好不好？好，浩子，哇塞！哦，这个第一次你看到，就第一次说出来。对，这时候一看到，太厉害了，握在那个木材上面，你看，对，星火之上，对吧？对，卧薪尝胆，小可，你看，哇！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临床？这是什么？在看书啊！哎呦，我你看过胆长什么样吗？就一颗嘛。所以是不是一颗？可是我感觉你躺在那个钉床上面嘛，在烧啊！早知道我刚刚就应该先把他的先翻开来。对，他的我会觉得有点像黄香温席。哦。对，又怎么样？虽然没什么关系，或者是断层扫描之类的，照胃镜，这比较像照胃镜。哦，这个画的实在是，虽然很丑，但是它这个很清楚。哎，我好厉害，古代人呢？古代的人可能那个胆像一个冬瓜一样的，怎么有可能？比例实在不对，舌头也太长了吧？这是重点啊！可是那个舌头啊。我们现在看一下王子面老师的，哎呀，太棒了，很苦的表情都出来了，好棒哦，对，都瘦成这样，好棒哦，上面还有汗滴耶，老师你真的是厉害啊，真的是老师，表情都画出来了，哎呦，这种老师一定是很善解人意的那种。所以我像我刚刚就跟你讲，我很喜欢吃王子面嘛，喜欢干吃，哎，干吃有什么科学面、太空面，你都不爱，我只爱王子，但是要干吃哦，干吃，我是。厚，老师那个好厚，好厉害，好，又来了，给你们简单一点的啦，终于有简单的，大家比较好画的，大家来上节目觉得是一种辛苦，好不好？好。
好难又好简单。老师应该 OK。阿翔，这可是你最后一次机会哦，你可得把握住哦。哎，看来阿翔你要错过今天的 Picasso 了。表现一直都不错的徐小可，这次又会画得如何呢？哎，画得很不错哦，看来小可胜利在望了。有着不错想象力的庄凯勋，这次又会如何发挥呢？嗯，画得蛮清楚的，看来庄凯勋的画工其实不赖哦。来，请把面向自己拿起来喽。哎，哎呦，大家都有一点天分，好厉害哦！哇，阿翔，现在大家知道第一个被叫到的人，对不对？就算是一种羞辱。阿翔，我不敢面对啊，我最不会画这个了啦。啊？天哪，小叮当可以画成这样！不是，我觉得我好聪明哦。我怕，我很怕，我万一猜对怎么办？那就猜，猜对的话就在一起啊。就表示是你聪明。我觉得其实他传达得很清楚。好，什么东西？忍者，我觉得是那个忍者有没有？在那个水上可以飘的那一种，然后他拿着一个竹剑叫嘘那一种。哎，对。那他有四个字，我就告诉你四个字叫什么？什么忍者什么，或者是忍者无敌。请问答对了没有？怎么可能？哦，阿翔你真是害死人！他是忍者，而且全身都穿黑的。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好了，小琴你还在偷画吧？好，小琴翻开来。好烂啊！你画的好烂！天哪！他的嘴巴好性感。他嘴巴是啾的意思。四个字。啾。他的你嘴巴是关键，不要这样笑。嘴巴是关键。可是我嘴。咦？头上。好。什么？这么明显？什么？齐天大圣？怎么可能呢？好，你这是这个干嘛？什么？跟斗鱼金箍棒？我是忍者，那边是拿着剑那个。如果真的是齐天大圣，你也画得太瞎。真的，这个实在太离谱，对不对？哥，我觉得是齐天大圣。齐天大圣，对。好，浩哲。它是一只猫吧？对哦，有一点像齐天大圣，有点像啊。你确定要用齐天大圣了吗？确定，四个字的哦，所以还是齐天大圣。小可，哦，美猴王哎，哦，好，凯勋，哦。他那个是弹丧葬啊，会齐天大圣把紧箍咒套在头上，猴子造反了嘛？哎，看一下王子面老师，哇，张张佳作啊，好可爱哦，经典。哦，许可这一张哦，画的真是好。但我妈妈以前唱国剧的，所以常常看她在画那个美猴，画脸啊。应该画一个爱心屁股在脸上，这样吗？对，哦，对，嚯，那个小琴那个画的真的像红毛猩猩，对，很像。没有，他的嘴巴他们在，哎，还没公布答案哈，答了，公布了，答对了没有？你是想看他的嘴巴？没有，他们会在拔毛的时候会这样子，没有，他很常会这种动作。哦，对。你是要表达这个动作？他那个猴子猴孙不够多的时候会讲。对。
他的经典动作就是这个。所以你旁边那个是棍子，棍子从大变小，对不对？其实他还好。然后还有个芭蕉扇。他如果没有弄那个紧箍咒哈，我就感觉一个红毛猩猩要吃那个蛋卷，有没有？咖啡口味的吗？是。毕卡索是谁？这个毕卡索，毕卡索，我觉得小可。里面唯一，没想到你一天还点两个菜，常吃会腻耶，飞哥。好，换人换人，来来来来，换他画，然后你们猜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了解了，不能说出来了。好，其实这一题是给他放水，因为上次他来画的太烂，所以这次给他机会。同样的话，给我们老师一副啊。天哪！看得出来，看得出来，非常好，真的是非常好。好，时间到了，不可以画了啊！好，我们讲，开放给各位看，几秒钟，好，要把你们就要把答案准备写出来啊！天哪！啊，我的天哪！不能讲出来啊！写不要给别人看到。好，开始作答。四个字啊，四个字啊。不能说话，也不要看别人的哦。时间到了，来我看，耗子的答案是虾兵蟹将。虾兵蟹蟹还不会写，时间太赶了啊！我看虾兵蟹将，小晴，小晴知道啦，笑一下，那么简单，你们哦，你们太傻了。张海军呢？生猛海鲜。你的炒热炒哦，生猛海鲜。真的真的。你写热炒一百算了。不是你说蟹是有了。哪边来的虾？你跟我讲一下那个这个耗子，他一定不会画虾的，他一定不会画虾子那么难画吗？对，小晴是海海人生，其实我暗示你一下，有可能是淘海人生呢、啊？怎么会海海人生？海果的暗示，他画这个虾，因为看到有海，然后有螃蟹，另外一个想说应该也是鱼类的动物。对，我觉得它很难表达是什么，所以也不见得会是虾，所以应该是海海人生。对，然后那个凯勋，因为我看得出那个蟹，但是我觉得旁边那不知道是鳝鱼还是什么，对，怎么会长毛呢？所以应该是蛮生猛的东西。对对对对。他到底是不是原住民？他不是，他不是。他那双腿真的像足了原住民，真的很像啊！他其实从头到尾，我一直都觉得他是原住民。我下次会穿丝袜来。生猛海鲜，好，到底谁对了没对呢？我们看老师的话。好，来坐起来，请王子面老师。好。你看我的虾跟他长得好像哦，算了吧，你这个虾，天哪，这个头，哇，老师那个对不对？大家现在说答案是什么？太厉害了，虾兵蟹将，对，所以我反而会对小晴有另外一种感觉，还有那个凯勋，我觉得我喜欢他们两个，这几个人因为什么？大家都本来都是无脑的，所以大家一猜会猜对。这个能猜出虾兵蟹将来吗？虾兵蟹将啊！对啊，海海人生这种会猜这种的人，他心胸是开阔，他能看到海底。是，没错。生猛海鲜啊！你真的是太惭愧了，你。我太惭愧吗？虾兵蟹将，你看跟老师摆在一起能有啊？你看这个蟹，他眼睛直起来，表示他打仗了、啊。可是虾兵蟹将这四个字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就是形容水晶宫里面的那个。跟《西游记》有关系的嘛？对呀，虾兵蟹将，啊，就我画的很虾。你是不是？是这样，这个是个不像虾，这个叫什么海蟑螂的有一种海参。对，生猛海鲜也算的。哇，老师那幅画，掌声鼓励。对呀。哦，
虾子跟螃蟹，穿上了将军的服装，好不好？厉害，厉害。那么今天的必卡手是，结果谁得到的？小琴啊，小琴，还是小琴啊？我只点三次而已。热炒一百，今天我们的必卡手是小琴小姐。我们的袁是壮硕精美对超完美线条，居然有您意想不到的二头。哇呀，这个线条谁受得了？他刚刚有很柔媚的动作，他虽然身材这样，可是他有一个动作，有没有？好 sexy， 让他像一把枪，跳，好有感觉。超完美体态，力与美的结合，马上来！其实这个是有很多，很多面的这种呈现。大家以为女孩子一定是就是很花枝招展的，或者是很柔柔的啦，性感的，哎，或者是很性感，或者是啊，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位哦，真的只能用四个字形容：不让须眉。他给我们带来这个表演，会让很多女生觉得，哎呀，自叹佛如啊！哎，一块来欢迎蔡宜桂小姐的表演。灯光的那种效果之下，真的感觉到就是一个铜的人在那边，机械铜人在那边动。哇塞！最难得的是，她是一位女性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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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宜桂小姐。哎呀，真的，这种表演很累，花很多力气。你们男生一定有试过吧？就比方说，你要说，哎，你看我肌肉多大，你盯超过几秒钟就抽筋，会抽，会抽筋的，一直盯住，啊，有的，对，这我都有经验过。那个你是要秀给谁看？对呀，那个秀给谁看啊？不好讲，不好讲。你们这些人真的是，对，有的时候要秀一秀，哇，我真的会抽筋。我们这位蔡小姐呢，2009年，我们台湾全国健美锦标赛的冠军。而且兼跆拳道、自由搏击、健美三项的国手，真的假的？你要知道，从他所喜爱的这些运动，然后这样寻求突破，他对这世界上的男人一定充满了恨。
不放在眼里啦。被父母亲或被兄弟姐妹就贬得很凶了，老娘跟你们拼了。请问一下，这种兴趣什么样的力道这样促使你想要去这个练健美的？因为我本身是体育系的，体育系，然后会去考证照，然后同学就一起就那边怂恿，然后就叫我脱就是穿背心，然后就给那个秘书长看，是对，然后叫我出来比赛，对，然后就开始出国比赛。本身是听懂吗？听懂什么意思啊？那天他脱衣服给秘书长看，秘书长就说好厉害，就来比赛。对，这边也怪怪的。然后这个他是不好惹，大家知道。刚刚有三项，对，搏击啊什么的，跆拳道什么的嘛。所以说，刚刚孔锵老师就很头痛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的男朋友或者是老公。对不对？对，那然后照新闻爆出来是家暴，都是被他打的。所以你要找的男朋友或先生，一定他本身也是不是也必须要喜欢健美？是的，而且他还要够壮，比我大只，要比我大只，很重要。对，所以他们两个就可是如果很恐怖，吵起来没有半个小时解决不了。而且玻璃破了。钱滚翻出来的，会打打就打急了。隔壁邻居就说：“这时候还卖歪，他半年用怕摔。”如果是只要听到那个叮一声，他们就会停。对，就不要去劝，你去劝自己被不可能，不可能敢劝。好，那现在就问了庄海军，庄海军，你们这些男生，庄海军，你们会喜欢女孩子要有一点肌肉像？还是说想喜欢像丁小晴这样或者徐小可这样？我觉得我如果比他大只，我应该会蛮喜欢这个，因为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可是不是只有什么在一起什么一个月就结束的？你不能就很神往的新鲜感这样，然后40年在这被贬死，我跟你讲。就这一掌还没有试过。很诚实啊。想讲的是，他刚刚有很柔媚的动作，他虽然身材这样，可是他有一个动作有没有？我觉得好 sexy， 当他像一把枪，啪，这种感觉，我觉得好有感觉哦。可是我又怕下一步我就倒在地上。啊，那个练这个时很辛苦的，对，一开始你要练这个时候，先要重量要先够，先要吃到某一个吨位，然后再。开始练的时候，然后就变成选择性的食物跟人，是不是这样？是。然后就可能刚开始要强迫进食。进食。强迫进食。就吃不够多。一定要吃猛吃，真的。先生肉。因为要增重。挑东西吃的。是的。然后吃到碳水。啊。碳水化合物要够多。是是是。嗯。饭要吃的够多。有一点晕船。我说的其实都是内行话，我跟你讲，蔡老师他一定知道。真的。先吃哦，他我本来也要练成这样。真的，然后不用勉强。节目它是有肌肉的，飞哥，真的，六块肌，我们一块肌很难练的。然后吃他要先吃，然后张飞体重一下要71，不行哎，你要先吃到85啊！哇，85，那开玩笑，先吃到85以后，然后再开始把肥肉减掉，再减回68或多少？哦，那不是要我的命啊！就是要这样子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哦，辛苦啊。蔡老师真的不简单。现在有收学生吗？有，大家可以去哦。你像他这个手，你看整都会手啊！你看，来站在一起。太细了。哎呀，那个我本来还觉得他手好柔美的女生，你像很像骷髅，以前你就放松脚，你放松脚，哇，你看。同样是女性在比较，你看哇！老师，你可以教我做一个动作啊，我们两个。哎，对对对，做一个动作好不好？但不要踮脚了。
后背。好了，骷髅帮子。好累哦，我已经出汗了耶。还会抽筋的，我跟你讲。所以其实是不是女生要练会更难呢、啊？感觉上，因为女生当然是更难，脂肪比较多，吃的更多。但是你们是不了解，女孩子在练健美的话，她是必须做一些牺牲，就是胸部。我没办法，我没办法。你必须要，你不用这个，是我讲的是真话。对，她会把脂肪想办法要练到没有，变肌肉。哇，那个这个牺牲很大啊，都就看得出来她不想谈这个问题。非常谢谢蔡宜桂老师。祖孙三代情感浓深，光从接下来的这件事就瞧得出来。房祖名他呢，这个，对这个舞蹈方面也有一些专攻的地方。那时候一开始就学芭蕾。哦呦，对。然后那种紧身的，所以我觉得超丢脸的，而且我妈妈来接我都是那种，像我儿子穿的很紧这样，就一直笑。表演可以说是这个非常有历史的啊，来自于宫廷的这种表演哦，现代的人来表演清朝时候的那种特技啊，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好看。一块来欢迎陈建昌、陈建和兄弟二位哦。成吧，哎呦，手接，好，哎呦，轻而易举啊，
怎么能够那么轻巧？需要科技干什么？不用。这样很专注。好。要干什么？啊？他要干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滑的。那是怎么抓那个平衡啊？他也看不到。这平衡感要怎么抓？对。哦，已经爆了！哎呦，哇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这表示是真的，表示这都是真的，这真的是最真实的。这功夫是不是还没有练好？这不知道，这个啊，没有第二个杯子，就这一杯了。我就怎么就感觉那个助手就有一点笨笨的样子。哦，自己转的，向右转，而且是行进的。这个真的很重。哦，哎呦，哇！像是粘到头上的感觉。哦，好，我要攻击飞哥。天哪！哎呦！哦，阿舅这边，哇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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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我现在才知道。助手出错，这个要多表演几分钟了。真的，现在撑得来了，来啊！掌声鼓励，掌声鼓励。好棒哦！我又换一个茶杯。天哪！好恐怖！哎呦！哇，这个放好了，完全不能动。他也看不到啊，他也看不到酒杯。对对对，而且我现在都不能呼吸。换个方向抓平衡。哎呦！摇摇欲坠，摇摇欲坠。再动了，再动了。花盆是斜的，很讨厌。哇！放掉了！哇！哇塞！好酷哦！这样还能转吗？还能转！我太转了！好强啊！哇！里面的饮料都没有洒出来，因为它只有倒半杯。哇！而且一开始这样心脏好痛苦，哎呦，太厉害了啦，太厉害！哎呀，你好，你好，果然是不是开玩笑的？这到底多重啊？敲一下，来敲一下，敲一下，是真的。喂，哎，哦，太实料了，而且很厚实，还出现回音啊！我们这里面最壮的，我看大概只有庄海勋啊。然后意思是说，不管他怎么丢，你都能接到。哎，试试看。你敢试试看吗？真的假的？是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哎，有丢吗？有丢吗？有点哦，飞哥，飞哥小心。蛮假的。丢好，丢好，丢啊！哎，好好丢哦。哦。不是你这个，所以你这个丢就，哎呀，你要丢，你要有一个惯性，你不能真的就噼里啪啦跟橄榄球一样。抛物线的感觉。这个丢出去就是手。嗯。这个手。放掉了水，有回音，有回音耶！胖子，你丢一个，然后让老师用拳头拳头，所以他这个抛物线就要稍微高一点，啊，对，绝对不是像飞子弹这种的，要有，好不好？你如果丢不好，我橡皮筋就要刺我。你看，哎，不好丢，这样子，这样子不好丢，哎，不好丢，丢不好，来跑去换你，因为它是椭圆形的嘛，它是棒球手，
棒球手了。汉翔什么？汉翔医生了。阿翔。对，阿翔是玩棒球的。浩劫余生嘛，对吧？浩角响起，浩角响起。浩劫余生，厉害！飞哥，我看你们不是飞哥，又不是他丢我接你们。我觉得你们现在好像要浩劫余生了。好丢，拳头接啊！不要让他转动啊！对，平的。对。哎呦！厉害，不是，不要看这个丢就不容易，叫三三回丢，来，你有办法向他丢成怎么办吗？麦克风，哎，够高啊！撞到！哎，你们把老师当成游戏在玩，要站近一点，要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，站近一点，对。丢了不好，所以对太高了，他这个又硬头硬接的，顶的嘞。哇！但是我刚才已经听到空的声音，容易受伤吧？既然你已经提到你弟弟，弟弟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段？弟弟不是只会，我弟弟是团长，天龙队团长。哎呀，是团长啊，团长来了。这个啊，弟弟的这一段东西啊，我跟你讲，什么都能顶啊，什么都能顶，这是要靠你们帮忙你。开放时间，你们出去找到能顶的东西，他都可以表演一个顶上风。真的假的？来，我们去找，我们找，我们找。来，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刚才陈哥精准的花坛功夫，完全燃起艺人们的视线因子，他能不能 pass 过关呢？还是会突彩 NG？ 回来见分晓呗。艺人们个狠劲十足，扛的重的，不规则的，轻的，宽的，反正摆明着，看看能不能考倒这位陈弟弟。先选，而且我们这个重量要跑来跑去才行。我觉得我应该是最简单的。吉他这个先来，徐哥的。最简单。哇，这个不能。哦，哎，拿就拿不稳了。对啊。哦，抓不到。找不到重心了，找不到重心。很难，这个重心真的要抓一下。哎。换不同的重量，好厉害哦！玫瑰花，哇，这个差太多了，这很轻哎，反正越轻的越难吧。嘿，哇，他不爱跳，喂，顶起来了，要哪里顶呢？下巴，下巴，换位置了，要找平衡，哎。哇，越来越稳。哦，对，抓到那个平衡就会越来越稳。哎呦，他躺着，还有软骨功哎。老师其实这样，我躺下去了，躺下去了，哇！又飞起来，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掌声鼓励。所做过的任何动作，你们拿什么东西都可以叫他做。好，所以要记住他刚刚躺下来那个有这样的动作。顶在那，那我们接下来，我们要求他同样的动作，我们用灭火器。你真的狠的，你这。啊，对，用那个摇动的那一边，好吧。哎呦，哎，不规则的形状。在找着力点，找着力点，对，这个没有平衡。天哪，这根本是万象街头嘛，这个。哦，遇到难题喽。这样太阳穴会受不了。反过来，而且这个不规，这很难。这是圆形的。太滑哦。
加油！哦，哇哇哇！啊，这样也行啊！太凶了，好神奇哦！好厉害，好厉害啊！真的什么都可以顶，真的什么都可以顶，这个很小，要小心哦。哦，这个这片要小心，这片太危险，这不可能的吧？你一个人怎么会拿两片出来？要不要投降呢？是，这个顶不好的话，变成美国带骨牛肉，中亚你，你该不就这样结束了？不能这样，该不是这样吧？这样顶的话，对不对？这一不小心就变成那个双酱切片了。我刚刚又去找了另外一个，是要他坐着顶的意思吗？对啊，坐着，这碗太重了吧？这太坏了吧？这不行，不行啊！那个我女朋友已经快等不及了啦，这个可以，可以吗？哎呦，这也行啊！哎，这个表演也是会累的，不要开玩笑。嘿，加油！一呼，挑战挑战，这样子顶啊！哇，这样也行。要有平衡点。哎呦，哇，重哎，这个很重哎，这个。哇塞，而且好难想象他平常在家都在干嘛。对哈。太厉害了吧？啊。哇。哇。他这样好适合哦，都上半身打扮。哇。哇，这下来都下不稳。很重，太重了。看到这边就可以了，你们这样非要把人家把他整死，这好重，这个重太重了，这不是，但是这个顶起来看着比较漂亮，哎，什么椅子啦，什么一大堆，哎，这很重哎，还要两个人抬，不知道还以为颁奖给你了，对呀，哦，哎呦，有重量的，哎呀，好危险的样子，哦，旁边要有人帮忙吧，需要帮忙吗？哎呀，是怎么？怎么上去的？真的假的？重点是，没人敢走到他旁边。对呀，要找他的重点，想帮忙的平衡过去。他是不规则的。啊，侧斜的，角落斜的，怎么会是这样子？因为可能这个平衡点是最稳的，因为比较重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吧？哇！他好爱吓人，好厉害呀！太厉害了哇！掌声给我们这位陈建和鼓励一下哇！团长，团长！哎呀，真的太棒了！还有一招分离式的顶功啊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分离？分离式的顶功就是在不同的物体重叠之后，还要再把它平衡起来。听不懂。比方说，那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假如说是一个酒瓶。三个酒瓶把它重叠起来，哦，这个跟刚刚又不一样，因为刚刚是整个一体的，它可以随意的让你找平衡。那么他说的是这种酒瓶吗？会不会就这么巧吧？这是你们昨天刚喝完的吧？不是，是他不是我。这三个来试试看，来，哇，好紧张！我的第三个怎么上去啊？那不够高嘞，不够高吧？感觉到啊，感觉不到第三个面，对，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还不够高哎，手不够长哎，哇！我帮你放，垫一下脚，垫脚，哦，他有垫脚，他有，哇塞，哎呦，啊，要掉下来了，不可能，哎呦。还有马戏团感觉，要帮忙拿起来吗？玻璃上面是滑的，它可以这样子。你们两个可敬佩人家了吧？考不倒他，你们两个也不过就是到处买张机票就吃吃喝喝的，现在才知道人家这个对不对？真功夫，真的，你去吃100趟、1000趟。
你两瓶你也顶不起来啊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顶？你顶闪旁边一点，哪里凉快哪边闪。今天很高兴，我们兄弟俩给我们带来这个哦，还有香啊，香是最难的，最难的吗？最轻，根本找不到重量啊。一般香都是用插的，不会用顶的。对呀，直接插在肉上面。对对，它的着力点很小，太小。对对对，而且很轻，很轻。刚刚前面所表演都是属于比较重的，对，这个一放上去，我拿在手上已经没什么感觉，对对对，所以我手会有点发抖。哎呀，是，因为刚刚前面都是属于比较重的，重，对对对。不过我们现在试试看，试试看，好。哦哦，哇哇，升起来了！哇，怎么可能？好神奇哦！哇，太神奇了！掌声鼓励！哎呀，表演的非常的精彩，好吧？谢谢。好，掌声再度给我们兄弟二位鼓励一下，好吧？谢谢。谢谢飞哥，谢谢，厉害厉害。王祖名被海 K 下手的居然是娘爹，重点一个比一个狠。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，老爸扁你的那一次是用蛇形刁手呢，还是用醉拳的方式？他是用绿巨人，对，他就直接把我，那还得了啊！他把我小大概那么高吧，他把我举起来这样，然后的脸就朝着那个沙发的角落这样。哎呦！但是之后就换妈妈打了，而且妈妈打的还蛮狠的，还更狠呢。对对对，打麻将的时候的那个牌子，牌子，他是在房间里面玩，但有那个衣架，哎呦，那个叫什么？那个厨房里面拿那个，哎呦，擀面的那个，哎呦，擀面棍，那个，哎呀，那太惨了吧。节目当中要为各位介绍一位很优秀的一位年轻人了。有人说他是天之骄子，因为啊，大多数的人都认识他的这个一对父母亲啊，在华人世界中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超级明星爸妈。但是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他啊，他其实不是电影里面的，也不是被报章杂志啊追逐绯闻的他，而是当他站上舞台的时候，呈现给观众朋友的那种专业的那种呈现跟符号啊，他是谁呢？一块来欢迎房祖名先生。我觉得我的生活越来越奇怪，我白天睡觉，晚上起来爱。每天起来我就心安无奈，关于人生长大我都想不开。我白吃红烟，嘴巴碰着地下，白痴的样子还有什么差哟？不知为何命运总是从我这走来，闪也闪不开。加上我本身朋友不多，缺少了不少该有的爱和关怀。And I say 我不管有多忙，我的心会一样，不管一切过去、未来、现在是现在。心虽然跳得慢，也不用想，不能管制我的言语，一切是下。上个礼拜我想到海边写歌，结果可爱到半路被太阳冷晒，因为500年的迟迟突然爆炸，我是我 banan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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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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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。 哎呀，哎，很好听啊，祖名啊，来来来，先跟我们台湾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啊，房祖名。哎，台湾的观众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JC 房祖名，这样。哎。这个其实访问房祖名啊，对我来说是一个很
很绝妙的感觉，哎，啊，哎，我看到你就觉得好像看到了有一位巨星的影子，哎，啊，那么那位巨星，我记得上次访问他是28年以前，我没错，成龙先生，哎，对对对，其实老爸应该是管教小孩子很严。我就想你可能有被你爸爸贬过啊，或者什么，有贬过一次而已，所以我就怕，因为老爸出手很可怕。对对对，我想请问第一个问题，老爸贬你的那一次是用蛇形刁手呢还是用醉拳的方式？没有，他是用绿巨人。对，他就直接把我，那还得了啊，他把我，我小大概那么高吧，他把我举起来这样，然后打横的，然后就一丢就飞过一个玻璃台，然后就最后就是那个的脸就朝着那个沙发的角落这样进去。哎呦，嚯！然后我没有动5秒，好像听说，我不忘记了，因为真的吗？对，我妈妈失去记忆5秒钟。对，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我妈妈就向我的爸爸的妈妈，就我奶奶讲投诉。慢慢讲，我这样会搞乱的。对，再是你，我妈妈就向我爸爸的妈妈投诉，说怎么可能这样打我妈妈的老公的妈妈的孙子的孙子去。真是够乱的，够乱的。所以最后我就拿了免死金牌，从那次之后，爸爸不可以打我这样。哦，就又一次。对对，就打一次，好险的。哦。但是之后就换妈妈打了。而且妈妈打的还蛮狠的，还更狠了。对对对，她都是用武器的。哎呀，有武器啊。对啊。什么？那个叫什么？七节鞭？没有没有，那个打麻将的时候的那个牌子，牌子对。哎呦！然后开始每一次我永远就是打了几次之后，发现原来他打麻将之前不可以给成绩单他看，因为都通常周边都会有那个牌子。之后就等他在房间里面，但是在房间里面完蛋，有那个衣架。哎呦，完了！我说。哦，你从小就要懂得怎么样能够。然后有一次我知道一定会打很狠，是因为我分数真的太差，而且中英都你要找死掉，找什么时机？然后对，然后我就找了一个时机，结果他真的没有武器，结果完蛋，他跑去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厨房里面拿那个，哎呦擀面的那个，哎呦擀面棍，那个，哎呀，那太惨了吧？那个整个手痛了2-3天了。哦，老爸曾经。在香港一个盛会里面曾经讲过一句话，什么？就说我的财产啊，那是要捐给慈善的。对对对，听是这样。对对，房祖名他有本事，你要就不能拿我的钱。对，所以我说你先，我也很需要帮助。我说你有空可以慈善给我一下。我说我要试试看一下，真的。对啊对啊，当然要先给妈妈先过那边。哦，对对对对啊，然后呢，这张专辑为什么出18首，也有一些学问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，因为5年没有出专辑，我第一张没有在台湾发，很遗憾。是2004年在香港有发过。04、05年出的那张，隔太远了。隔太远了。然后我师傅是那个音乐老师是李宗盛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唱歌就像讲话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对我一些歌迷来讲，我5年没有讲话了。所以我这次一讲就讲了18首啊，啊是这样，是这样啊，对，啊，可是据我了解，侧面从你的经纪人那边了解，说好像18首音乐是因为他想一口气把18首通通都出完，他很怕下一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。那也有这个，也有这个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出第三张，所以先出了。对啊，18首里面呢，90%以上完全这个词曲。全部是出自房祖名自己的手，这个不容易，这非常不容易。谢谢。平常都有些什么嗜好啊？打麻将啊？哎呦，我喜欢有开始要学打麻将了。开始因为最近来了台湾宣传之后啊，有一些朋友说，因为某一群的朋友会做某一群的事情，是是，有一些会去每个星期天要去教堂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还有这样子伟大的朋友，但是我不会去。哦，对对对，不是排斥，是我还没起来那时候，所以就有一些是要去夜店才看的，有一些是要钓虾，有一些是运动，有一些要什么钓虾？钓虾，这还有钓虾？我很喜欢钓虾，而且我是组团的那团长。
钓虾团的团长。对对对对对。钓虾子的话，都用你都用什么饵去钓？我通常是两个都用，两个都用，就是鸡肝跟虾米，因为两个这样比较重的几率比较高嘛。我不知道那个虾心情好，不是今天是不同菜比较好吃。哎，我是为什么这样问？就是表示你这个年轻人，你的生活好像是多方面在涉猎的，对对，表示你这个人生活平常不寂寞。哎。我是很寂寞，所以要找事做。啊，是这样说，很是很寂寞，所以要找事做。哦，对，他平常很寂寞，但是他会去找事情做。对，这个就不容易哎，这是一种上进的表现。不是不是，那脚踏车会骑吗？脚踏车也会骑。哎，然后呢，最不喜欢坐小黄。啊，还有保姆车。因为 有时候保姆车很贵。我说如果我骑脚踏车，你可以给我那些钱，他们又不给。他那个车子有时候没有，那些叫什么港巴车子，有时候很旧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港巴很旧的来，但又贵，我就觉得被骗，我不喜欢被骗的感觉。哇，人格特质已经找出来。对啊，这个人是蛮喜欢公平正义的啊。对对对对，不喜欢这个欺负人家，但也不喜欢被人家骗。啊，哎，这是你的个性哦。对，就我喜欢坐一台新的计程车，好过坐一台旧的坦克车。哎，这句我真正听无啥有诶。房祖名祖孙三代情感浓深，光是接下来的这件事就瞧得出来。房祖名他呢，这个。对这个舞蹈方面也有一些专攻的地方。那时候一开始就学芭蕾。哦呦，对。然后那种紧身的，所以我觉得超丢脸的。而且我妈妈来接我都是那种，笑的儿子穿的很紧这样，就一直笑的。脚踏车会骑吗？脚踏车也会骑。哎，然后呢，最不喜欢坐小黄啊，还有保姆车。因为为什么有时候保姆车很贵。我说如果我骑脚踏车，你可以给我那些钱，他们又不给。然后那个车子有时候没有，那些叫什么港巴车子，有时候很旧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港巴很旧的来，但又贵，我就觉得被骗，我不喜欢被骗的感觉。哎，哦。人格特质已经找出来。对啊，这个人是蛮喜欢公平正义的啊。对对对对，不喜欢这个欺负人家，但也不喜欢被人家骗。哎，这是你的个性哦。对，就我喜欢坐一台新的计程车，好过坐一台旧的坦克车。哎，这句我真正听无啥有诶。新的计程车，来什么？不喜欢，情愿坐一台新的计程车，好过一台旧的坦克车。好过一台旧的坦克车。这话是谁？你爸爸没有？我刚想的。发泄的方法常常会啊大叫一声这样。对对哦，对对对，有时候发泄一下是对对促进那个心肺血的循环。哦。我说对隔壁的，因为我叫的时候他们会吓到，然后吓到的时候就会循环了一下。啊，他们循环，他们精神来对你有帮助。促进那个新陈代谢。哦。哎，奇怪，你受英文教育的个中文的成语还会很多。对，哎呀，其实我是读到中三的，哦，所以我很多成语，而且我特别喜欢读中国的历史啊，跟一些古语，因为有时候跟一些人聊天啊，就是特别是黄立成啊，是黄立行那一挂，他们聊到一半，我丢一句，他们就吓到了，我就觉得我赢了。对，我丢一句什么什么，他们就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？ 哈哈哈哦，是这样。对对对对，他们真的 A B C 的时候，你随便丢一句，他们整个会待在那里。有一次我真的随便丢了什么传神冠军，然后他们就是什么意思？我就说你输了这样。对，哎，黄总，你其实很好访问嘛，哎，你的话会讲不停。对对，因为我怕你累了。我怕。因为他是。射手座，射手座的人就是这样。哎，对对，是不是射手座？我是射手座。哦，你听说你的生日刚好跟我是同一个月份，我也是射手座。
你是射手座，对啊，你知道射手座是十二个星座里面就是最喜欢改变世界的。有一些星座是用来守护世界，有一些是改变的。啊，射手座是喜欢改变这个世界，对，这是好事，就是是好的那一面。是好事，哎，对啊，像那个丘吉尔啊，丘吉尔，Stalin 啊，斯大林啊，啊 ，Elizabeth the First 啊，伊丽莎白一世啊，李小龙啊，好像是莫扎特跟莫扎特，贝多芬都是。射手座的对，他们都是那个时候的 pop culture， 他们是那个时候的 rain 嘛。奇怪，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现在有点像黄立成那种感觉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讲的我听不太懂。没有没有，太厉害了你。OK， 我对我们的星座要知道。下次你再讲丘吉尔、斯大林这些时候，再帮拜托再加一个张飞。张飞，不会，我又在加。其实他还学，他从小就很，除了是主修音乐以外啊，房祖名他呢这个，对这个舞蹈方面也有一些专攻的地方。那时候一开始就学芭蕾。哎呦，对。然后我是唯一一个男生在里面。是啊是啊是啊。而且我要穿那种紧身的，所以我觉得超丢脸。而且我妈妈来接我都是，通常来接孩子放学都是就是。啊，很欣慰儿子在跳舞。我妈妈是那种笑的，儿子穿得很紧这样，就一直笑。这样，然后我就说，我不要跳这个，然后我要跳 jazz。jazz。然后我就去跳 jazz。然后跳了差不多，我发现跳完 jazz 的人永远讲话，尤其是老师是个男的，他永远都是这样走过。哎 ，JC。How you doing tonight？ 就是很摆很厉害的，每一个姿势都要有 pose， 都有动作。我就很害怕我变成他这样，我就说我还是不要跳 jazz 好了。这个男的是个男的，他会这样 ，So I'll talk to you tonight， all right？ 然后就很 jazz 步的，他是那种对，太猛了，我觉得，然后我就受不了。这样，问题是说你学芭蕾的时候，半夜还是都要穿紧身裤？没有了啊。比方说在，而且芭蕾我最怕的，就所有舞蹈里面唯一那个芭蕾跟 jazz 最怕的就是因为要拉筋，要拉筋，我才感受到就是女生生孩子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他们很伟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太会心，你实在太会心了，而且他们每一次拉筋都会播超温柔的音乐。对对对，然后我就然后那个他就哈啦沙啦，然后就 OK breathe in， breathe out， breathe in， 然后突然间老师看我不够痛了，所以拉他又过来这样压低一下，压一下，又来了，然后那五分钟的歌，而且我觉得他越播的歌越长，所以我就不喜欢上芭蕾这样。哎呦嘞，你怎么会把它形容到生产上？对，我觉得就是男人学芭蕾，犹如女性在生产一般的痛苦。劈腿真的很难哦。你这个形容是不是很到位？对啊。那我们就听懂了，所以后来你就去学踢踏。踢踏，对，踢踏就站着的啊，多方便，就这样脚动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哪里那个很帅，很有帅劲。对对对。今天讲了半天，我看你这个话一夹开来啊，这个访问大概一个小时。是停不了的。我们终于知道房祖名是一个很爱说话的人。别的节目都没亮过相的，我可不可以要求你在我们这边表演一个踢踏舞，好不好？啊，好。哎，干脆的很啊！来，我带他去换一下鞋子，我们去换一下鞋子。要换鞋子吗？当然要换了，好不好？来，换一下鞋。有带鞋子吗？我的天哪，真的。有没有带鞋？真的给我带了哦。哦耶！这个在众人注视下长大的龙凤之子，没想要跟爸爸一样成为功夫巨星的他，跟妈妈有着深深的感情。长相像是成龙跟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房祖名，却喜欢别人说他长得像妈妈林凤娇。他学音乐学舞蹈，但不学功夫。看过他跳踢踏舞的人都会讶异他有如此的舞技。随着音乐跟身体的节奏，双脚带着我们享受节拍。这双跟了他十多年的鞋，就是他演奏的乐器。房祖名的踢踏舞。哦，好，飞哥，哎，这我的第一次就献给你了，谢了。哦，然后先一些基本的步，就是比如说，哦，哎，然后呢？哦，好呢，比如说是啊，这个是。
前我记得以前这个练很久。啊哈。或是单脚的。哎。哦。哦。再拿出声音。这是基本功。跳不出来。啊哈。嗯。有一些是我这个练很久，但是我还没有练到这个。哦，小心。哦，已经踏脚还踢到脚了。哦，有听到，有听到。哎，对对对。啊，再试一下，要不要我教一下你这样？问题是他要，如果说要连贯的话呢，比方说，哦，这个动作接那个动作，差不多加起来有30秒或40秒或1分钟，有可能吗？我很久没有跳了，飞哥，试试看哦，连贯哦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听我们这个房祖名啊，这个我们这位音乐人呐，因为他把一首歌曲啊曾经献给你的爷爷啊。对对对。小时候跟爷爷有相处过吗？他是教我钓鱼的那个。教你钓虾的那个人。钓虾，先钓鱼，先钓鱼，钓虾，再钓虾。对对对。然后你就在唱片里面曾经写了一首歌给他，嗯，叫做《一路好走》。对。那邀请您在我们现场唱一唱这个歌给我们听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们来欢迎这首歌曲。走，别回头，留着痛。